工廈去影喎，又係觀塘我啊打唔通？即係正值新年咧，新年咧我諗到黃總，就係彩兒嚇，點解？哇！九點八八啊 ！Happy New Year！ Oh shit！ 廿年前噶咯呢句嘢，究竟新年有咩活動可以做咧？就係 New Year， 我哋今日咧就係去 New Year，Happy New Year！這個方向是問的，加錢有沒有額外的？想有，有的，有的。這個價目其實也有一點那個 feel 的。我看過這個 setting 的東西的，通常是一男一女各自做的，然後男那邊呢，某些片，某些片還有，男那邊就不是按的，兩個好像不同店舖的。是紅的。我想講，我哋今日係撩耳啊嘛，我見 Tom Becky 嗰套咧，即係撩得最少定最多嗰個咧，我係紋身，因為我知道我哋有呢個活動啊嘛，所以我已經差唔多幾個禮拜冇清潔過耳仔噶啦。最少二少個書，最少個書，太保讀分組咯。哦，包剪得。OK， 咁啊，你兩個先啦。喂，揀技師啊，喂你啊。唉，揀我先。你睇下個好好撚棘呢條友真係。佢似真係玩開啊！呢條我一定係唔要薯姐噶啦，我首先就飛咗薯姐先。薯姐係要入嚟之後話咩？要彈一彈，喂呢個唔得，有冇第二個嗰啲咁啊？可以想要呢個效果可唔可以？你而家個劇場就係你一入嚟見到薯姐彈咯，又係。好意思啊！咁我哋而家就係等緊嗰個技師啦。咁啊，其實去到呢啲位咧都幾緊張。黑禮物的感覺，是因為不知道等一個技師一開門的樣貌會是怎樣，因為 我不是你彩兒，其實我是看技師的。我說哇是你選不選我跟你說，我不選你都不選。OK， 下一個講真一秒彈啦，這些真的去到這些位置我是一秒彈。 Hello， 這個好好多。就這樣可不可以沖涼？沖涼撩完耳再沖涼行不行？因為話曬咧，這個就第一次見面嘅時候，因為薯姐見得太多啦，真係俾薯姐撩好撚架。即係我對佢冇咩 feel 啦，已經，我對薯姐已經係面曬熱啦。你應該猜輸咗要俾薯姐。係咯，要猜下。猜過換人機會就多。你仲有機會係變翻薯姐？唔係唔好啦，係輸咗俾薯姐撩係咪？係係。輸咗俾薯姐撩，唔係你瞓喺度得㗎。猜輸咗薯姐就喺度機能過得。猜啦，嚟啊，三，你嘅包子執，等住，等住 ，yes， yes。哇好核突啦，喂唔睇都唔得啊，哇屌哇大概乾晒喎，好驚喎，個耳膜好撚核突喎，唔睇都唔得啊，你而家自己睇就算，你可以睇呢個 mon 喎，我唔想睇啊，好嘔心，好核突喎，真係其實我仲話佢已經清撚咗，我未撚清過 ，oh shit， 咪笑白虎咁樣喎。哇！呢個好靚喎，呢個唔污糟喎。再乾淨。大家講，我 keep 住係一兩個禮拜就坐一次耳噶啦，熟曬家貨。但佢就一定唔係呢啲彩耳。講真，乾淨撚鬼其實。冇事冇事，你住你住你住。快嚟嘅就有啲事，真係真係。恐著望，幫你放鬆你啊！撩邊度啊？仲可以撩邊度？好似撩邊度？會。哇！我可以幫我 check 下咪線有冇扯旗？冇住，哇！好撚挑逗啊！佢呢啲，哇！佢唔得㗎，佢唔得㗎。師兄，佢呢啲係斜，好斜啊！喂，你心斜咪斜咯？喂，要俾人坐耳搞呢啲嘢㗎，大佬啊！哇！仲玩埋耳仔，我屌，放你哇！差唔多毒龍轉，嗰個耳仔。更加想抄你嗰個技師 number。我下次再嚟就再揾翻你咯，好似已經沉沉地咯，沉曬頭，技師 number 要抄低，前兩次得兩個撲街，我有時都要請人咧，一號啊二號啊，哇，哦，哇好舒服，其實呢個，哇，咁先啦，大佬啊，隔離房就係坐哥開始要上床嗰度吧，薯姐，麻煩曬你啦。初次見面，你好點稱呼？薯姐撲人，呢個名係令到我恐懼嘅名字啊！你換個名得唔得？有陰影啊！我對呢個名，本身呢個要睇，因為我都幾肯定咧，
係望，應該係望唔到。等陣先，我你俾我睇咗先。哇！我屌 ！Holy shit！ 好撚癲！喂，講真 ，What the fuck？ 講真啦，咩人只會係咁去採耳？我都諗唔明。認真，好撚癲啊！認真佢個耳，好似屎眼咁。Holy shit！ 真係，即係全都是屎喎、啊！呢啲真係乜嘢一粒從高人一嚿啊！講真，乜嘢一定包艇啊！黐撚線！其實平時應該怎樣打你？因為我沒有令打你耳朵嚟啦。過嚟咯，就坐耳咯。有冇話即係正常幾耐要嚟一次㗎啦？咁樣其實最密，即係你即係好中意嘅話，最密都淨係可以一個月嚟一次。我有大嘢，大嘢，大嘢 ，urgent urgent。呢個係大 boss 呢粒。呢個係大 boss。OK。OK 你啊。哇！屌，好撚核突啊！戇鳩仔，真係好啦喎！戇鳩仔啊喂 ！Holy shit！ 其實正常見到呢粒嘢，你聽到嘢嘅咩？好撚核突啊！黐撚你屌！佢咁樣識嘅，但係我想問，食肉太多年啦呢個，食肉生物咁好似喂，成粒豆豉咁樣啊喂，會唔會唔小心塞咗粒豆豉入去啫？冇理由咁喎、啊，屌！嗱，即係都黐撚先，我瞓緊都難啲塞咗粒豆豉入去啫。記住小朋友不要亂塞啲嘢入去嗰啲眼耳口鼻嘅，知唔知 ？Holy shit！ 你有冇覺得大聲？其實你掹出嚟掹緊出嚟嗰下咧，我呢邊已經有風入緊啦，飄到啲空氣流。我講真嘅，我講真嘅。你又可以講嘢細聲。真係我教音樂可以靠西多五格位，起碼。其實係幾舒服嘅，冇事冇事冇事，因為其實我長期都望唔到佢個樣子，但佢把聲係温柔嘅，有啲感覺。把聲好温柔，把聲勁温柔。我入到嚟，但係我仲未知佢嗰、那個技師號碼係幾多號，陣陣間再問。Oh shit！ 屎咁樣真係，真係啊！好讀雞翼啦，而家少少緊張，我瞓咗喺度先。嗱，雞翼就聲稱自己個耳仔咧好乾淨嘅。應該會啊，因為我間唔時痕又會攞啲棉花棒撩。又係啊，同米爺同一個習慣。棉會都好乾淨喎、啊。都乾淨喎、啊。真係乜都冇咁滯喎。乾淨過我喎、啊，你請食飯啊？嗰、那個側面睇唔睇到啊？大單喎、啊。睇到條脷嘅。喂，佢就係出面得事。睇下佢個耳殼不如。有少少翹彎等等。佢都翹轉彎個耳仔。哦，我知我講嘢咁大聲啦、啊。但係乾淨嘅啫。係啊，都乾淨㗎。我唔想笑得困。佢雞翼請食飯啦，準備可以，佢少過我差。嗰、那個技師嗰把聲係幾強？温柔啊！係，要把聲要勁温柔。我都可以好温柔。唔好。首要條件。首要條件。其實真係技師好。要把聲咁樣咩？係唔可以做呢個工作嘅。撩完諗住聽清楚啲聲啦，都係咁樣。我成日俾人鬧我咧，喺人側邊講嘢好大聲，係啊，跟住咧話啲講咁秘密嘅嘢，你周圍都聽到啦，係咪？是。唔係，牀嗰個數量係可以頂兩個人。佢太誇啦，唔係佢一隻耳仔都要撩兩個鐘可能。太誇啦！但係咪舒服啊？你覺得？舒服啊！舒服嘅係舒服，坐椅係舒服。咁啊，目測咧雞翼嗰個屎量應該係比我更加少啊，所以刮穿埋啲皮啊，我要多過佢。冇可能啊！你嘅屎量係得咁多啫，啲肉都計埋。請食飯啊！牀嗰個耳膜都幾靚喎，嚇冇穿過，係靚過你嗰個咯。篤穿佢啦，不如。米少嗰個中間有個窿啊！屌啊！我以為好翻添。其實你要揾醫生補嘅，你真係想補啊！攞咩保啊？揾醫生保啊！揾醫生保啊！屌你老味啊！搞笑，好兩笑噶啦！笑已經瞓咗上牀。醫師嚟講咧，我都幾有自信嘅。係咩？係我有自信多啊！應該唔會令幾次失望。聲稱耳屎王啊！呢就係佢聲稱大把貨，大把貨。但我少少驚，唔知點解。啲係冇嘅。少少驚。閪啊！哇！都哇！師兄講真，唔係呢個係其實係普通嘅乾耳嘅情況嚟嘅。佢真係粉狀嚟嘅喎，粒粒粉嚟嘅。哇！佢成條
都是神劇喎，都係。就係因為頂住咗咧，有少少睇唔到耳膜，少少失望，少少失望，認真。哦，你可以同我 battle 下喎，仆街。我哋可能嗰邊有，原來我冇，冇得困喎呢個，屌！唔好話你，我自己都對自己好失望。所以，唱歌單嘢唔關意思事。唉，可惜，我哭撚咗。唱歌係真係，我哭撚咗梁少。冇啊，唯一對手都師兄都俾你秒咗啦。喂，你三個加埋都唔夠一隻耳朵，屌你！係啊，真黐撚線。你嗰個鬥士點打啊？好撚難困啊，真係。好，大家可以回家了，你給我靜靜繼續了，太弱了，拜拜梁少，沒看頭了，撲你個街，屌你，又說什麼好多，屌你老尾，搞到好像做錯事開記者會一樣，兩部遊戲對撚著，我真的哭了，其實好多都說得很誇張，唉，誇張，入屎啊，入屎啊，哇，哇那麼快，你們說話那麼大聲啊，唉，我聋啦，唔系佢本身有一边耳麦已经穿咗啊，整穿埋嗰边啦，我而家太通顺啦，因为我而家真系听嘢好清啊，你食屎都冇意思，屌你，系我哋要揭晓结果咯，最干净系边个咧？米耶，卫生仪容啊，我大家知道一个平时都系爱干净嘅，系啦，请食饭咯，啊，记住呢间嘢叫做。作耳工作室啊，耳系咪？要揾嘢作作啦，因为太多耳屎塞啦。系，秒，拜拜拜，会。哇，咁我哋就坐完耳啦。咁仲有一个最重要嘅资讯，唔记得同大家讲嘅。会。只要你加入咗 JFT， 无论你系加入 JFT 永远都唔会迟，定系白卡英雄都好，所有项目你都可以有全单九五折。哇！永久性嘅，直到我哋周之前都会有嘅。OK， 好啊，正。哎呦，好笑好笑好笑！头先咪笑喺我问呢嚿嘢，喂，有个焗炉多士炉喺度添啊，咁样。喂，师兄啊，跟住师姐话，睇到只系焗炉嚟噶啦，消毒机嚟噶，人哋系。屌你，尊重下。嗰阵时俾啲抹地嘅布抹嘴啊，屌老母。我话卵事啊，家产，我鸠知啊。